天是部落的巴南麦祭仪，族人多数以信奉道教为主，在祭天神祖灵后也拜土地公庙，随后展开为期三天的庆丰收歌舞。部落的仪信每年都定在第二期稻作插秧煮草完后才举行，以伊犁镇河西地区的喜郎贡、石任、打盖成为花东两县最后一批举行仪信的部落。以前我们是务农，给他乌鲁麦耶、尼夫丁爱、乌鲁麦古纳拉啊，时间马勒都带下哩，马勒第二期你搬来去啦，割稻，那个是连续的工作，然后太阳好，没有时间，还要你过来说给他马勒都过来打开都给他的，再不管搬来，啊，台风年纪啊，独立性比较轻松了。我都带了，对啦。啥呀？我个本钱，这个你本钱都办来呀，麻烦。族人表示，甲盖部落的族人是属于恒春阿美系。日据时代以前，祖先为了寻找优良的耕作居住地，从屏东迁徙到台东的马兰，再沿卑南溪上溯，经鹿野、关山、石上，最后到达义里镇的长梁甲盖部落，可说是居住最北端的恒春阿美系的族人。共有六十多户，人口前数约有三百人以上，以务农种稻为主，但人口也严重外流。伊拉有个哦，萨利卡卡诺阿公阿公，伊拉有啊，吉鲁玛，伊拉车臣。哎，所以说很确定你们是从那边。我们是在我的乌玛古啊，户籍成本的前夫哈，像我们的。我阿祖阿哥阿公阿哥，全部里面都还有记载。甲盖的仪信从未间断过，固定选在中秋节前后举行，里外族人此刻都会相继回乡，与家人团聚。记者法鲁花莲仪里采访报道。